你为什么没来？所以我希望这次比赛你要全力以赴。这是老师心里一直都过不去的坎，这次比赛只需要你，必须赢。 你啊，哎呦，你没事吧你？没事。别动，我送你去医院。 把手是坏的，没锁，你撞开！你走！哎，给我！你们！哎，给我！你们！亚龙，赶紧说，你今天跑不？哎，小冉啊，我是田总啊，在中间有误会，你现在把门打开啊，咱把话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报警了。你这是。 小冉，你看你手机都落在外边了，田总拿在手里呢，你现在出来，我把手机给你，咱们把话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我让他们都走了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我不出去，你们大骗子！哎呀，开门！骗子！哎，这撞开，快撞开！哎呦，我你一点，他一个女生在里边，你们快人快人快人！哎呀！ 医生，护士，哎，护士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他腿被车撞了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叫医生来。谢谢啊。我接电话。嗯。你腿怎么了？应该是扭伤了吧。挂了。我现在马上380挂个急诊。好，谢谢。方小航，想干什么？徐然有危险，我们得快去救他。 这里。
我已经报警了，咱们先上去，确认洗碗的安全。房山。 你知道在几楼吗？叶红先假装办业务，吸引他们注意力。你去救徐远，警察应该快到了。不到危机关头，我们不要硬碰硬。好。还有啊，你这棍子能不能分我一半？你怕了？我怕。 我这上八大的全都你看到没有？等我就进去打，你去救徐远，不用管我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嗯，好的。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3、2、1。 你再来试试！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样，我们好几个大男人，就不信把这个门撞不开。你要是识相的，你就自己走出来，我们把这事儿给了了。要不然，把门撞开。 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
事儿啊？干嘛？等着，我报的警，他们在上面啊，上。原来吃饭了，来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这丫头大清早的疯跑什么呀？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？早午饭。哎，阿姨，叔叔呢？叔叔上班去了。哦。阿姨给你们盛汤去。哎，好的。哎，谢谢阿姨。吃吃，赶紧吃饭。谢谢。几天不见，怎么伤成这样？没事儿，小伤。脚伤了就别到处乱跑了，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清楚啊？电话里说不清。什么事儿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所以说他们是……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就没有其他想说的吗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呀？这么看来，咱俩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当是小朋友在玩过家家，要不要给你组一个失恋者联盟？失恋？咱们怕是连失恋的资格都没有。放弃了。你呢？不然呢？我现在怎么看你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是。我就是很好奇，这世上真的有所谓的青梅竹马吗？你难道不好奇啊？反正不管你要做什么，千万不要伤害到雪儿。我知道。没想到丽媛以前挺帅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是的吗？睡着了。可是我睡不着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喂。喂。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？吓我一跳。我就想听你说一声晚安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给我唱首歌呗。你这唱的也太难听了。算了，换成数羊吧。哦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，七只羊。上学要迟到啊，快点。哎。嗯。晚上我来接你。啊，知道了，你快回去吧。我走了。哦。走啊。真走啊。哦。去吧。林雨安，腿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大事儿，还能走路。哦，上次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一个人放在医院。没事儿，方宇航都跟我说了，他说徐冉那天遇见了骗子，有危险，你们都去了。你那天是不是挺担心他的呀？哎呀，
我得去行房了，先走了啊。其实啊，我还挺怀念以前的日子的。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事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教授，这次比赛很成功，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好评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，希望你能再接再厉啊。好。谢谢教授。袁航，这次比赛虽然输了，但是不要气馁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。嗯。最近是学校的毕业季，有很多的乐团在吸收新鲜的血液，希望你们能好好表现。谢谢教授，我们会抓紧时间联系的。我一定回应。不代表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你还想怎样？你还欠我场比赛呢。等你回来，我们比一次。你去哪里了？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林渊。